天天跟我做，每天一分钟，飞碟一分钟，每周一至周五更新。作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女神，身边的朋友总问我，不同场合该怎么喷香水呢？今天就让我来教教你们好了。上班一族可以在脖颈或手臂外侧喷点淡香水，也可以把香水对着空中喷3到4次，然后站在香水雨中，让香水均匀地落在身上，这样香味清新，不会影响周围同事哦。户外游玩的小伙伴，切记不要将香水喷在太阳能晒到的部位，不然可能会出现化学反应，导致皮肤红肿。腋下、胸口、后背这些地方也别喷，否则出汗后味道很难闻哦。喷在深色衣服上最合适了。要是情侣间的烛光晚餐，喷香水也有讲究，直接喷在腹部或者后颈，这样一来，会解带体温上升时，香味摄人心魄，欲望翻倍哦。参加婚礼或宴会时，香水应喷在腰部以下，女生最好喷在裙摆上，这是基本的礼仪哦。不然旁边的人光闻你的香水味，吃饭都没食欲了。想买香水可是一窍不通怎么办？那也没关系，搜索一分钟教你选香水，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味道。扫码关注飞碟说微博微信，我们最懂你哦。